看猫，你这猫都比一般人都住的都强，你这家伙，看看这个猫的这活动空间啊，人家这个围猫特意设计的，整个上面这个是通着的，通着，这里有三只猫，咪咪咪咪咪，咪咪咪，咪咪咪咪，然后这猫可以从这儿爬上去，然后顺着这个走廊。要是再往那块顺着这走廊一直能通着这门去，这猫你说有多幸福？看看这，然后从这儿一直通到这儿，这里的猫直接能从这儿过来，从这儿过来，还能从这儿下来上这儿，然后从这儿一直过来，从这儿过来一直到这儿，这是猫舍。呵呵，他们主要做花的，在网上你这叫什么？在你那个白色的白血字写，白血，就在淘宝里一搜白血就能做。这有 logo。我看。袋子外边有 logo。白血，白色的白，写字的写。对，全网优购，可以直接。各种花，这个老板非常酷爱猫，酷爱设计，酷爱民宿设计，非常有格调。给大家看看这里面啊，这大门板啊，老板酷爱设计，酷爱民宿，然后这个可能是。看来人家这个比较专业，插花用的，就是爱养猫，这猫真幸福。这是人家他自己设计的，你看，在全国，他这些都有网点的地方，都插有一个小蝴蝶，这么多地方有吧？说这现在有些地方太密集了，插不过来了。这些器皿也都挺好的，这是，然后这个老板是个女老板。他开着一辆山猫，要玩越野的都知道山猫嘛，他是山猫纵队的，山猫纵队，这是摄专门拍摄用的，这讲究专业呀，专门拍摄用的。嚯，这里头也有这些东西，也非常漂亮，各种器皿。这个老板非常有情调，有格调。对，白血，爱越野，老板是山猫纵队的，玩越野车，越野。这是，这猫太幸福了，这仨家伙，你说这家住着大别墅，住着走着专用的通道，火炉。这家吓我一跳，哎，看这个，这上这多漂亮！对，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在全网看看，白血，白色的白，写字的写。喜欢的可以上现场来看看。啊，就是教人怎么做视频，这一块马上就上 DIY 款，就是花回去以后自己可以，对，自己做，然后有一个视频也可以看，就教怎么做，后边有管，后边转一个，啊，这不就等于是视频编辑吗？是吧？嗯，这比较简单，相对有电脑。我简单的不会，我都是一镜到底。咱的特色就是一镜到底，所以掺不了假。就他拿起来，就那个亮灯的转一下就行。白血啊，大家记住了。
盖棺照耀。